欢迎收看《大时代》，我是阿恒。今天是3月10号，礼拜五。那黄老师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。那个这个周末啊，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塔卡莫 H U 啦哈。就是老师，我跟你说，哦，今天好多股票跌得好惨哦。光今天我这样稍微看一下我们小编那个跟家的对话，我就说哇，这么多人啊，感同身受啊。我说哇，真的是大地震了。哦，可是你要去想哦，今天这个跌下来啦，哦，跌200多点而已，其实根本你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我也搞不懂。其实这个盘礼拜三就应该跌了，礼拜三哦，人家美股就道琼就跌了500多点，结果我们台股人家跌39点，对不对？你忘记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哦。那昨天还差一点创新高，差一点创新高，真的就差一点，就是小跌40几点，今天跌了240几点，跌很多吗？你知不知道道琼指数3天跌了几点？快1200点，我没感觉啦，因为反正你不是美国人，你不是玩美股嘛，就是说一说干话，啊，就是说什么哎呀，这个没关系啦，那个美国人跌死好了，干你什么事？好，哦，但是观众朋友，你要去想另外一个问题，你要去想，哦，对他们跌没有错，跌什么？为什么跌？好，哦，这个都我都跟会员都已经讲得很清楚，都在传真稿里面都预告了，为什么跌？你要去看人家为什么跌。对不对？人家主要是在跌什么？你像那个巴菲特投资最多的那个富国银行，富国银行昨天跌6%，然后那个加州的那个硅谷银行，哦，也有人说矽谷银行，哦，就是看大陆翻还是台湾人翻，啊，台湾翻就是矽谷银行，哦，大陆翻就是硅谷银行。那这家银行昨天跌了60%，哎，人家银行股一天跌60%，哦，那到底是周转不灵呢，还是说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？为什么美国的挂牌的金融股为什么跌这么惨？哦，当然你说老师，那个礼拜三会跌那么少，就是因为金融股撑嘛。那我说昨天就开始跌了嘛，今天就大跌。那你要搞清楚状况。当然了，今天很多投资朋友会跟你讨论说什么啊，老师爱阳明啊，你怎么看啊，或者什么，这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啦。好，我就不发表意见了，因为很多人现在他都觉得说，哦，那好多人都说有道理，好多人都说没道理。好，我只讲一件事情，阳明不管今天涨还是跌，他去年赚的是51.7元。配20块，好，哦，先不要问说这个配的好不好，哦，殖利率高不高，哦，29%你也觉得不高嘛？那你要几趴嘛？好，哦，就是说他赚51.7元，配了20块，好，哦，那今天最多就看到71块嘛，好，哦，就是大概你昨天来看的话，就是67块而已嘛。六七十块的股价，可是你看另外一只哈，散装航运的裕民，裕民59.6元，你知道它配多少吗？它配3块，你了解的意思哦？就很多人都说啊，老师啊，那到底是买散装航运比较好呢，还是买货柜航运比较好？好嘛，差没多少钱呐，啊，一个六，以昨天来看啊，一个67，一个59块，将近60块，哦，一个配3块，一个配20块，欸，那你到底要哪一个比较好？啊，就是看你啊，哦，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嘛，就含金量比较高啊，哦，就是大家就想要来股票市场，就是想要看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的，啊。对不对？那我这样点出来，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？就像有些人说，老师，那，啊，你之前叫我们大家不要去追文茂，那怎么样怎么样？好嘛，那文茂今天是不是跌？好，
我们不是要讲说它今天跌哦，你要去看哦，它这一波它从107涨到196，好，那今天跌大家都跌啊，但没什么。可是你要去看，哎，以它昨天的股价，它是170几嘛，对不对？170几配2.5块，哎，这样对吗？你划得来吗？不是，你要去想一下哦，因为。你看，就是你就算是买玉米，买50-60块的玉米，它配3块，这个你买170-180配2.5块，好像有点奇怪哈。所以我说哦，现在就是检视你的操作逻辑啦，因为有些人呢选股有选股一定的逻辑，你懂我意思哈？那我们不方便说什么你一定对或是一定错，因为做股票嘛，欢喜甘愿就好啊。好，因为有些人他也会觉得说，老师啊，我觉得你分析的方法怎么样啊？吼，跟我好、哦、很 match 好、哦，那我也蛮认同你的。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、哦，那就是你如果可以认同我的话，你就会相信说，哦，大概一个正常的老师应该怎么样推荐股票嘛？就像你去选股票，你要怎么样去选嘛？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说？今年联准会的利率会拉到6%，它基准利率会抬到6%。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？因为一定是有人会受害，有人会受惠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推荐那个台积电，台积电营收公布啦、啊，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哦，月衰退哦，老师啊，一月份过年呢，二月份居然比一月份更差。是不是这样说的？老师，世界先进也是一样，一月份哦，哦的营收还比二月份还好，奇怪，他们过年是干嘛？哦，就这样啊。啊，为什么二月份，照理说工作的天数比较多啊，为什么要比一月份营收还要差？要么就是砍价了嘛，要么就是没有订单了嘛，要么就是因为哦，因为停水，所以哈、哦，晶圆厂已经。停工了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，有没有可能？也是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那事实的真相是什么？你就把一二月份加起来，去跟去年的一二月份加起来来比较嘛。所以我就跟你讲那个最简单的方法哦，不是说什么说啊，老师啊，你看这个文茂这样子啊，啊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啊这样子打下来哈、哦，这个支撑哦，可不可以强反弹啊？啊，大立光哦，今天哦。哦，这么强势啊，那他也是守在那根涨停板的上面啊，吼啊，这个可不可以拉回找买点？就以我们的选股观念来下去看的话，就是说这种股票就是有时候只是看看而已、啊，不会很想要去买，对不对？你像之前2884的玉山金最近没什么跌嘛，吼，那他去年不错嘛。配多少？配0.2，你听了就凉了嘛，不是1.2或是2块，配0.2，配股票的部分我就不算了哈，就是股息它只配0.2嘛。但那你觉得划得来你就去买啊，那我觉得划不来，我就觉得说这种股票它可能只值11-12块，甚至个位数。所以我不会给你看好金融股啊，金融股今年的配股策略一定都很糟糕了、啊哦。当然你说老师啊，那你刚刚一开始讲说日本的什么，美国的那个银行都出问题啊，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哦、那基本上很多人他是不看外电新闻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看外电新闻的，他只研究说什么什么啊，现在齁哪个老师有在推当冲啦、啊、叫我去追短线股票，然后那边我参考一下，这边我参考一下，好像自己都很棒。那请问一下今天这样大跌了。尾盘也没拉起来哦。请问一下今天大跌。感觉怎么样？没啦，你感觉怎么啦？尴尬北败啊，尴尬北败啊，所以很多东西你就要看清楚，看清楚。FED 激进升息，亚币剧烈贬值，不会出现。
美国自己银行出事，不知道对不对？你都不知道嘛？你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对不对？我刚刚讲那两家银行你也不认识嘛？你也没在那边开户嘛？那瑞士信贷银行你有没有听过？你有听过？德意志银行你有没有听过？你有听过？好，那我再问你，黑石集团你有没有听过？都开始在出事嘞，不知道。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你不知道不代表这个事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嘛，信不信？来讲哎，元月份不会好嘛，一定不会好。为什么不会好？二月份也不会好，为什么不会好？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你前两天呢、哦，我预约那只股票，今天又打下来，就打下来就给你机会了。给你机会考虑要不要上车，好，因为下礼拜有那个卫星通讯大展嘛，好，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？因为你像昨天那个低轨卫星的股票，像森达科啦、瑞特啦，这些股票都涨停板，也是很强啊，今天大盘不好，它又打下来一些、又打下来一些，然后如果营收不好的话，可能跌更深一点，也都有可能。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规划了。我觉得是看你怎么规划，你看的可能是一天的涨跌，那我看的可能是一个波段，就看你怎么样去规划，说接下来怎么做。哦，你不是整，我觉得要像其他老师这样哈、只讨论这种会涨停板的股票、创新高的股票，这个我也会讨论啊。那你敢买吗？你开盘开低，你敢买吗？那不敢买啊、不敢买，有大海是无大海嘛，对不对？有大海是无大海啊。敢会摕去吃啊？那你真的敢吗？其实也不一定，好，不一定，毕竟敢的人不多了。但是有些人会说啊，老师啊，那最近生技股你都不讲，我就跟你讲，我卖掉智勤了，卖完之后一直跌，一直跌，跌到这边已经破底喽。还有人在问智勤老师，你的智勤呢？我说啊，我不是卖掉了吗？拉起来，我不是跟你讲我卖掉了吗？啊，卖掉现在在这边啊。很多生技股都这样哦，因为跑了嘛，大户跑了啊，你看他就这样，他开始呈现一个轨迹，然后下礼拜如果反弹的话，还是会下来，因为筹码乱了，哦，筹码乱了，你要很了解，有些股票是筹码乱了，就像你今天就不会去讨论说什么啊，老师啊，玉龙啊怎么样，玉龙就配一块钱而已啊，对不对？转投资赔那么多。基本上最近都没有人在讲玉龙啊，就像我跟你讲，过一阵子就没有人跟你讲华新丽华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华新丽华，我跟你讲哦，过一阵子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在跟你提华新丽华了。你相信我，就是这么，这个股市就是这样，涨的时候大家的一窝蜂都说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最后嘞，最后你就要想清楚了。好、好吧，那时间关系，我们先进广告，加油，还是很有机会的啦，哈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188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。财也到，财神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。若未画设人行道，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。赶时间，没车撞啊！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，不得随意穿越道路。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，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、停止线之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。遵守行人路权，路口大家安全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再回到现场，投资观众朋友。那今天早上啊，有一些法说会出来，就是像元泰啊，元泰也是蛮奇葩的啦。我说什么毛利率太高了，结果老板自己讲毛利率太高，那有什么好讲？就跌停板。那跌停板的话是套到谁？套到法人。这一波全部都套到法人。恭喜发财啦，投信买很多，听说投信买不少。那昨天还有另外一家，就是那个华勤，3515的华勤也办法说会。那法说会出来说一季比一季好，不过这家股价就是破底了哈。这之前我们操作过，我们已经先卖掉了。上去你不走，下来你就自己要看着办了。不是说什么啊跌下来了啊，老师你好像2-3个礼拜不讲华勤了，那你到底是怎么样？那、我们就股票卖掉去买国统啊，那就这样啊，我股票就也不多嘛，就那2-3档而已 啊这样子你也没办法那个接受，然后说什么哎呀老师你好可怜啊，怎么样啊，你华勤重挫，我说啊华勤早就卖掉了呢。他有些人就是喜欢做搅屎棍啊，搅屎棍你就搅屎棍，反正没差，我们对得起会员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有带会员进，有带会员出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第三人就是随便嘛，参考一下这样就好了，哦、好不好？那联准会这边啊、有点看到股市打不下来，有点俩拱了哈，所以可能下礼拜应该是出来的，应该是会升息2码了哈。那我们要看一下哈，你到底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哦？昨天道琼是这样子哦，本来开高涨了100-200点哦，就后来变重挫、哦。那你要去看了、整个道琼指数到昨天这样子，其实就是破线了嘛。今天会大家受不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破线了嘛。那可是你要去看嘛，你要去看一个问题哦，就是说这个台股有没有破线？台股没有嘛，台股今天就是打下来，就是回到支撑而已啊，支撑区就是15500嘛，就回到支撑而已啊。可是你要去看哦，我一直都跟你强调这张图卡，我说高本益比的股票跟高价股最不利嘛，因为大型的法人会要求你的殖利率要上来啊，你上不来，你像台积电1%多，上不来嘛。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今天高价股就是重灾区啊，那个涨很多什么高利啦、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博智啊，博智昨天还大涨哦，什么这最近在涨一些什么贝利啦、啊、重达，这全部都下来，不管你业绩好不好，先打下来再说啊。哦，那你说像一般人他现在会说什么？讨论啊，哈、哦，说什么什么？今天本土资金有没有跑掉很多，或者是说今天外资有没有卖很多？我跟你讲，今天外资一定卖不少啊，一定卖不少嘛！你想也知道嘛，今天台币又暴冲了，又贬值，贬到30.88了，对不对？喷到这里了呢，比12月份还要再高的价格了呢。所以你要去了解哦，其实你不能怪说什么外资在卖什么的，那你要看清楚嘛。你有些产业本来就是不怎么样，那价动率就剩下30%，你硬要把它做上去，那就是你要去看嘛，划不划得来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这样跟你讲哦，股价已经提早在反映说什么第二季会很好，那第二季如果更惨呢？没有人去
体会我在讲什么，一直都觉得说啊，老师啊，你在唱衰，唱衰台股，哦，唱衰一些特定的股票啊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我就跟你讲，你自己要想清楚，有些股票它是不受景气循环影响的，好，那些股票才是值得你买的。你像最近那个军工在涨，那个是不受景气循环影响的嘛？创意我不会去买啦，你放心好，我绝对不会讲他好话。哦，但是你说什么现在1000块可不可以买？我说哈，很贵啦，非常贵啦，大力光2000多也很贵啦，太贵啦，懂我意思哦？太贵啦，无迄个价值，安尼会使不？你可以不认同我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去看一下老板到底讲了什么，人家法说会讲得很清楚嘛，降价压力大，库存很高啦。大力光那么高技术的、高毛利的，对不对？一流的公司，光学产业它一流的公司，它居然跟你讲降价压力很大，为什么？库存很高，为什么？因为手机卖不动嘛，不是吗？你现在有都卖得动的话，它需要这样忍气吞声吗？不是吧？所以你要去想清楚哦，就是有些东西，有些法说会，它也会跟你讲。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所以我会说，我会讲话很直接，就是我信你个鬼嘛。但是最近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信你个鬼，你看呢、啊？那是不是你最近去追群创的人，是不是全部都套牢了？哦，啊，你去追友达的也是一样啊。啊，你说什么什么怎么样？啊，今天大盘不好，所以他也是下来。对啦，没有错啦。那下礼拜如果大盘反弹的话，他如果继续下去嘞？对嘛，你还是会说服自己说，哦，面板价格有机会调涨，那有机会调涨多少嘛？会不会赚钱嘛？对不对？就像我上半场跟你比喻说，啊，那散装货轮，我们拿裕民来看，它配3块，对不对？价格差不多的阳明配20块，那到底是配3块比较好，还是配20块比较好？那就看你嘛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说，哦，那配三块是说是配的是美金啦，哈，啊，这配20块的配的是台币啦，啊，不然呢？这还用选吗？还是有很多人这样在选啊，我说啊，这还要选哦？哦，这样子哦，哦，这样子，好棒棒啊，好棒棒，对不对？需要再教育嘛？就是股票市场内底点无够久嘛，哦，甚至说他可能经验还不足，就看嘛。哦，这人家市场哦，什么哪个专家、哪个达人在说什么？你一定要想清楚嘛！你像昨天中兴电拉起来，我就跟你讲，不要去认同了。人家30-40块的本质涨到100块了，涨了历史新高了，你还要追？这今天就开始不涨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联发科在涨停板的时候，我说你不要追联发科，你要去想，它除了配息不错以外，它在涨什么东西？哎，人家联发科殖利率有10%呢，对不对？人家在涨什么？涨现在接下来会网路那个什么卫星传输的技术要走 NTN 模式，那它未来是要走卫星影像，它这个最新的技术它已经有研发出一个晶片出来了，那这个晶片是在 support 什么？它准备要去支援什么？它要去拿哪一个？我一直在讲他接下来要拿什么样的市场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就是4G 到 5G 嘛，现在 5G 还没有很普遍嘛，对不对？那你 5G 如果要卖到更上一款是 6G 的话，可能要搭配低轨卫星嘛，所以人家下礼拜人家会去办那个全球的那个卫星通讯大展嘛，一定有很多公司它有那个新的东西出来了，可是它没有一个舞台让它去表演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不是像元宇宙一样都是虚幻的哦，都是假的，不是嘛？那个东西出来之后，它要做什么？它一定是会在最新的手机出来嘛，这才是你要去注意的东西吧。不是整天在那边讨论说什么啊，那个
像这种成熟型产业，什么面板会不会好啊？驱动 IC 会不会好啊？这个类比 IC 会不会好？嗯，还是说什么？嗯，啊，这个、晶圆代工，这记忆体会不会好？哦，整天就在讨论这个。其实我觉得讨论这个就 low 掉了。你要新的黑科技，像今天这档股票也是打重挫给你买啊。很多人都买得很开心，然后说啊，那很棒嘛。我是觉得很棒。好，刚好今天趁今天大盘跌下来，哦，他给你一个机会，好，他给你一个机会，那你现在就是看你怎么去掌握嘛。就像今天国统也是打下来啊，啊打下来为什么收这么长的下影线？哦，为什么收这么长的下影线？因为打下来的时候，我还是叫会员在加码嘛，但我们还是有加码啊，加码我还继续往下跌，结果尾盘就收高嘛。啊，因为你不要去做梦嘛，因为南部没有台风嘛，你卖行行贼，好不好？那把握这一档股票，这一档股票未来才是真正的主流。祝你大赚，我们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